有本来在干嘛请人雇诶，火热激吻，下面都无想啊，就讲就该惊雷去啊！欢迎收看《汽车四十九天》，七个加倍，第加分第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正迪，在戏内底叫做小康。我是廖以乔，我伫内底演个角色名叫丁玉梅，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角色。哦，对，我的情敌啦。我的另一半，左右为难的另外一半，就是温家明，家明哥饰演的秋董。在戏里面，有一三个人有一个很复杂的关系啊。小鲜肉更加五花肉，你看拍拍豆哟。其实我们两个是一夜情开始。对哦，我们是 one night stand 开始，但姐妹来问刀叉本。今我跟你讲哦，这剧本内底是安怎写的？剧本内底干嘛亲人故诶？火热激吻。来，我今晚小探探啦。啊都无啊，所以要唔讲，我伫拍戏去讲的时阵，我感觉就惊啊，啥物拢无想啊，就讲就该惊落去啊。Hi stranger。对我来讲，感情一定爱甲迄个人熟悉了。其实对我来讲，二十岁我嘛 OK。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哦。好话讲啦哦。好话讲哦，因为今日你伫家嘛。对啊，家明哥。对啊。两个人。怪想啊。一啊！另一半出轨的征兆。我爱让你看手机啊，啊，找无人，啊，叫个神神秘秘。啊，足无用的，逐天要开会。啊，讲话的时阵拢足无确定的。啊，个贵啊，五个啊。啊，安尼就五个啊，都三十秒嘞，慢慢来啊。啊，是的，刚才在慢慢来。啊，个可能打扮完全无同款啦。啊，要个有。就拢无得关心你，给上三个，给上三个，好，医生。哦，开始无完无够，上你内部，这就无问题。是吗？他袂吗？无完无够，常常上你一个摔跤，是安怎？你拄了才讲，无爱甲你关心，即马讲上内部。无共款呀，我们在聊天，因为我们讲完了吧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有超过七个。耶。刚刚这个惩罚跟奖励，那讲刚刚拢同款的。汽车四十九天，这是阮拄只回答问题的奖励哦。奖品？真正是奖品吗？哦，足酷的。真正是奖励。真正是奖励。这顾身体好。十礼拜日暗时八点，一定爱收看。恭喜台语台汽车四十九天。